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欧拉。我们今天呢又在玩这个翻滚吧人头这个游戏呢，感觉非常的好玩。目前还没玩过啦，不过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真的是一个人头哎、欸。然后哦，长按画面，长按。哦，原来是利用。呻吟，这是叫呻吟还是哀嚎？呻吟的声音往前是吧？这个简单。我看我的神操作，来按一下。这个游戏真的太有趣了。好，然后右边，各位发现右边有一个，就是我在干嘛？右边作为大，就是有一些他就是出生到死亡的这个过程，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？等一下。一岁用特修金去马祖玩，好厉害！一岁就有特修金，然后报名乐坛万人勇度，三岁当行政院长，三岁就当行政院长，然后四岁在影像图居，反正右边有一些很夸张的人生经历就对了啦。好，好，继续这个红色的灵魂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，不知道后来能干嘛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先玩，把它玩完吧。好，然后那个旗帜呢，就是应该是以距离来讲，这个数字14就是过14岁了嘛，所以我们要尽量能够能够玩死一点就玩死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太早死，这真是人生的呐喊啊！我没听过。18岁那个，我没听过什么香蕉减肥法，各位真的听过吗？香蕉减肥法是什么？好，这个知道耶、yeah ，好死了。21岁，哎、欸，第一次玩就21岁，不容易了吧？我们玩第二次好了，我们看能不能换一下头，应该是可以换个人头吧？有，右下角可以换人头，我们来换一下好了。好，怎么换？长按吗？哦，灵魂一直过去。我、哦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头长出来了，两颗哎，好多、哦。那现在要怎么样得到这个人头？哦，头中的树掉下来了，但是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有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是歌手吧？猫王的发型吗？来一下。哦，这个声音比较低沉一点了。好，玩法是一模一样。我喜欢这个声音呢，这声音有一点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声音。我觉得声音蛮有趣的。一瞬间大量掉发，骗谁啊？我现在头发还那么多，我在死掉的时候，我头发还是这么多哎。有够悲惨的，三岁就求婚，然后把求婚绑在气球上，然后被风吹走。四岁升总经理，哪一间公司啊？好，继续。哇，五岁被五只吉娃娃咬伤，也太刚好了吧？哦，是六岁，不是五岁，不过也差不多了。好，九岁刺青，十岁多益全国第一，11岁喜欢吃炸蟋蟀。为什么你喜欢吃炸蟋蟀这件事也可以当人生经历？好，我们来到了几岁了？13岁了吗？13岁了。这个只要掌握到一些要领，其实操作起来不会很困难了、啊。但是有一些，哎呦，才刚讲完而已。但是有一些诀窍，可能就是要，对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头，我刚才在天空中，我本来以为可以一直不用掉下来，结果是掉下来。好，他这个范围判定，我觉得头是圆的嘛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用一颗球的那个，虽然整个头不是球的形状，但是他可能是用一个圆形去当碰撞的那个判定，所以就按圆形的方式去玩，应该就可以了。然后他啊的时候的那个拉力，好像有一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问题，有点偏向
它不是真正，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往上抬的那种拉力，各位玩过应该就知道了，有空去玩一下就知道了。然后这超难过，我在干嘛呀？原地打转。哦，哎呦，还回得来，还不错。哎，我觉得很悲惨呢，这个游戏的主题感觉很悲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换另外一颗人头来试试看。我非常在意，非常在意另外一颗人头，就是戴那个什么兔子的帽子那个人头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们来玩这个看看。什么声音？到底什么声音？期待。这个笑声不意外，跟我想的应该是差不多的啦，就是不是。好，我们刚才已经run完一轮了，他的笑声就是非常的，算是娘吗？好吧，我非常喜欢这个笑声，目前这个是我喜欢笑声的第一名。好，走，继续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故事是想说，如果一个人然后死掉之后，然后对人生的回忆就是有各种的透过呐喊来表达这一辈子经历。哇，越讲越悲惨，有一种感伤的感觉，怎么办？继续。哇，为了买福袋，23岁。给女友排队36个小时，到却销售一空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好，9岁了，身体长出铁丝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也太强了吧！10岁戒烟，10岁就抽烟，11岁撞见名人约会，偷拍照卖给杂志，12岁就获得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，然后13岁就参加达人秀出道，这也太顺遂了吧！你的人生不错哦，嗯。15岁才学会吃辣，16岁又中威力彩，你人生也太好了吧！你是胜利组吗？跟使用10年电信公司解约，这好像不是很重要。18岁绝食3天，然后嘞，绝食3天，然后嘞，烧。哇，19岁在非洲43挖到钻石，这个人生太好了吧！幻想自己是偶像剧男主角，可是他不是已经，他之前的人生不是已经参加什么达人秀了吗？已经得冠军了，不是吗？22岁开始感冒，23岁感染香港脚，哦，太悲惨了。24岁买人生第二套，屁！刚刚不是中了一个乐透了吗？哎，威力彩哦，一个是威力彩，一个是大乐透。好，你人生也太好了吧！与朋友25岁的朋友烤肉时，超不新鲜食物，腹泻不止，这也可以拿来讲。好吧，看不下去了，你人生太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，人头不够了，我们再来要一点人头好了，应该可以再要一些人头。来吧，跑出来吧，人头。哦，越大越大，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熊猫吗？熊猫人头，好，我们来试一试熊猫。哎，在哪里？没有看到啊。哦，是要点吗？哎，点也没用。哎，点怎么又累积另一个人头的感觉了？怎么把它用下来？哦哦，要那一颗头去撞其他的头才有办法去撞树啦。特别的，我们先玩熊猫好了。好，熊猫人头，走吧。什么声音？我期待。砰！哦，熊猫的，砰的就是怎么，它的声有点像韩国的那个枪。啊，我一直没办法往前，怎么回事？奇怪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声音我觉得还好哎。没有到很吸引我，还是那个
戴着那个兔耳朵那个比较吸引我。好，这大灵魂哦，太好了，又可以得到新人头了。好、哦，两岁指甲就可以留到三公分，然后五岁又去刮痧，刮痧要干嘛？招会时贫血昏倒，哦，这个人生比较平衡一点，三个人生太犯规了。哦，九岁就可以用退休金买上五公寓，这也太扯了。看这个右边的人生经历是不是可以，是不是随机的、啊？就是不是按照人头去看的。好，所以它是随机的，蛮有趣的。各位玩的时候可以看一下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莫名其妙就玩到15岁了。不过这个不知道最多可以玩到几岁。各位如果有办法挑战的话，帮我挑战一下，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看看到底能玩到几岁。好，继续，已经到18岁了。好，死了，这真的太困难了。好啦，那以上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结束咯。我们下一次呢，也是会一样玩一些有趣的游戏，好不好？那各位如果想要欧拉玩什么游戏的话呢，也可以跟欧拉讲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咯。那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按赞哦。想追踪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们下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还是很在意这个声音要不要听看？来，好，也不错。各位，如果矿话真的可以把人头都收集完，看他们叫声也蛮有趣的。